大家好，我是阿飞。今天呢，有个小伙伴要一起去采菌子啊，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找我去采菌子的，所以呢，去小镇上接他一下，然后呢，上采菌子，回家做好吃的。啊，准备只鸡，准备只鸡，待会回来炖菌子吃。不过能不能采到都不知道啊。来上山了啊，这是小伙伴啊。Hello， 这是什么？是菌子，红菇啊，可以吃。还上面你还有一个，那个是自然断脚的哈、啊，这个。我看这个是什么，不确定是什么。哎呦，哎，我还以为是红葱菌呢，不是啊。这叫什么来着，玉红牛肝菌还是有红玉牛肝菌啊。哎，现在其实它又有新名字啊，待会我会打到屏幕正下方啊。这个能吃但不好吃，拿着吧。也有人吃。嗯，对啊，这个已经坏了啊，见手青啊，演示一下。这还有脚跟特别红，但这个不太好了。要早来两天就好了。这边还有，这个还是有一部分肉能吃的哈，但虽然生虫了，回去弄一下。你这一堆有多少？这一堆就够一小盘了呀，这个。那这个也是一个红葱菌啊，但是有点老了。真的有点老了，看，好可惜。但我们不能浪费，这菌脚还有一小部分能吃的，菌脚拿回去，菌帽不要了。那这个一大朵鹅膏。这里发现了一个绿色的，很安全啊，很安全，青头菌啊，好吃又安全。我把你们赶紧收拾到顶房了。看这个位置，两朵，但有一朵坏了。面前这朵坏了，这朵应该，好可惜啊！但我想说的是，这个脚是不是能吃的一部分啊？虽然臭了一部分哈、啊，回去我削一下，这个脚还好。哎，拿着这个脚，把帽子这样一弄，我先，啊，这是前面拔起来的这朵，被虫吃了一部分，还是可以的。刚才拔的时候居然没开相机，这尴尬了。这可以，还前面有一个小的。那这个就很好了，精品货。够一盘了呀，那给他找一下在哪儿。哎，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个。
仔细看的话，隔壁还有一个小的，不太好这个。嗯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小可爱。我看看你的收获，就这两个，这两个能吃吗？嗯，不能吃。不能吗？不能。还是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个这个。全也是有毒的，全都有毒的。扔掉吧，扔掉吧。这只完全不怕。你这个可以当宠物养的，我们其实也就当宠物养的。我这么多，我只吃过一次。好，我觉得它好可怜。好吃，和兔子肉差不多。啊，摘个梨看看，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吃，你摘起来咬一口。我以为是那个。摘起来咬一口看看好不好吃。可能很会很硬，很硬就不好吃。那边是硬是吧？有点脆，但是有点酸酸的。哎，开裂了。啊，开裂了就好，开裂了就证明它软了，对吧？你看就软了，对吧？对。先把鸡煮一下，这鸡呢家里土鸡啊，所以就不用过水了，直接煮，然后待会儿打一下浮沫就可以，然后转移到压力锅里，因为今天要吃。姜片啊，干的，胡椒，这个步骤啊，打浮沫啊，提前打，不要等斩。简单调个味啊，来点盐就可以。然后可以转移到压力锅了，像这样的话太慢了，我肚子好饿。红菇啊，红菇直接扔进去了一朵，懒得掰了，待会儿一煮就肯定碎掉。看一下今天采的，哈，白葱菌，白葱菌，这红葱菌大部分都不好了，估计要削掉三分之二那么多。这个大脚啊，就我先削一下啊，不能吃了，我以为能抢救一下，完全不能抢救了，算了。这些的话，待会抛开以后再削一下，现在削吧。之前我说过，这白葱菌的话，它的变色反应是非常弱的，有的时候它就是压根没有，也是非常正常的。相对来说呢，也是比较安全的。像这种就不安全了，如果烹饪不当的话，就见小人了。这个，不过是老师傅了，这个没问题，炒给网友吃也没问题啊，这个。居然没有变轻哦，开始变了，有点慢。老样子啊，嫩的菌子能不能切薄一点，老的就切厚一点，不过大部分都嫩的。
下锅的时候油可以多来一点，然后呢待会儿把油沥出去就可以，来丢丢底盐啊。这个程度呢就差不多了，其实啊可以差不多沥油了，把炒香了。青椒炒牛肝菌啊，不对，青椒炒剑少青啊。那刚才的胡辣椒随便找个袋子把它揉碎啊，这个然后来点盐巴味精，然后加点水就可以。还有一锅肉，这鸡肉已经趴了，我就喜欢这种趴趴的。先来一口这个，大大的来一口，大大来一口，来一口大的，多煎点，多煎点。对对。一吃牛吃牛肝菌什么感觉？好困。好脆，还有呢？那种顺滑。形容词不够了是吧？多来一点，因为我平时吃的比较多。这个你吃三分之二，我吃一小撮就可以，因为我吃的太多了。香不香？很香是吧？嗯，很香，还挺独特的这个香味。好好吃，好好吃。其实人家都说我这个什么形容词比较少，但我真形容不来这个是什么味儿，你知道吗？好吃就完事。你要找个相似的食材啊，才能做对比啊。但我真找不到与它相似的这个食材，对吧？对，你只能过来吃才知道什么味道。对，吃了才知道。多煎点吃，没事的，放心吃啊。嗯，多年的老师傅烹饪的益生菌，放心吃，不会中毒，不会糖斑马哈。哎，还有这个菌子，这朵。哎，我建议你这个先尝一下白的，然后再蘸一下这个蘸水。就。分开来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一朵拿去吧，你先吃一口看看。这就是红菇。红菇。嗯，红菇薯啊。这个是青头菌。这个苦不苦？辣不辣？也不苦不辣吧。不会苦不会辣。 OK， 我每天都采吧，也不是每天吧，经常能采吧。很好吃我感觉。啊，这朵是青头菌，是的吧？这朵青头菌可能要比刚才那个红菇好吃一些。嗯，我炫口饭，鸡也不错吧？对，这鸡是很烂的，香，比那个红菇更软，比红菇更软，对。能吃辣的可以多蘸一点。加上这个鸡汤，就是咬一口，然后那个骨子里的汤就爆出来，很爽。你就吃完了？有没有学会这个蘸水？这个蘸水差不多学会了吧。不把辣椒煸糊。但不能
变哭了，就是那种火候还是黑就行了，刚好放黑就行了。他吃不动的，你要喂狗，喂狗吧。没事，他有的吃。那这个给你吃。来，脖子，来脖子给你吃，先烫好了。他都先烫了。放开吃那个牛肝菌会多弄点，拌着放进去吃。我也比较喜欢吃这种类型的蘸水。拌着饭吃，我吃一下。你吃大口一点，就满口香，哎。